者，天地人物之空灵，即所谓太极也。太极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具有柔韧含蓄之美，又蕴含无穷的生机和活力，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无形的太极是一种观念和文化，有形的太极孕育出了丰富多样的拳法，其流派众多，传播广泛，健身效果非常显著。健身动起来，习武健身系列节目特邀请曾经多次获得陈氏太极拳全国冠军的刘志华老师，和大家一起从最初级的简化24式太极拳开始分享，让我们一起感受中国文化的具象表现，体会生命的自然律动，开始一次生动玄妙的参悟之旅。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陈氏太极拳的第三个特点，立身中正，虚实分明。下肢动作的开步啊，开步的方向是45度，如果我们面向正前方的时候，开步一定是这个动作一定是在45度的方向啊。从胸前转腰推出，一收脚，二开步，45度开步啊，大家记住了。好，实在健康，吃出营养，吃出健康。早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让我们更加拥有精力充沛的一天呢？今天准备的是菜豆花。我想朋友们可能在家花个10分钟就可以做出一道丰富健康的早餐，所以我们的早餐绝对不能缺少蛋白质。健身动起来，每天半小时，健康一辈子。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跟着刘老师学了几期太极拳了。在中国所有的太极拳的流派当中呢，陈氏太极拳流传是最为广泛，影响力可以说是最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陈家沟来探寻一下陈氏太极拳的文化起源。一条看似普通的河沟，实则源远流长，连结古今。它见证了太极拳这项伟大运动的奠基和传承，孕育了一代代的太极拳师。蜿蜒的小道上，古朴的拱桥前，茂密的树丛下，都曾留下过他们的身影。陈家沟因陈王庭创编太极拳而享誉中外，300余年来，浓郁的太极拳文化经过陈氏族人和太极拳爱好者的传承发展，又衍生出杨氏、武氏、吴氏、孙氏、何氏等诸多流派，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习练者达3亿多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2000多名太极拳选手行云流水的表演，震撼了全世界。在白驹过隙的时光交错中，太极拳纵横捭阖，刚柔并济。令人敬仰的太极拳历代宗师纪念馆，享誉国内外的陈家沟武术馆，还有伟岸斑驳的牌楼，都见证了这个太极文化圣地的发展。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上一节课呢，跟刘老师学了陈氏太极拳的运劲如蚕丝啊。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在做这个运劲如蚕丝的这样的动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特点，有哪些动作要领？您上堂课已经说的差不多了，那么陈氏太极拳还有哪些特点？第三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这个立身中正，虚实分明。那么立是站直是吗？对，立身呢指的主要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主要是上体的姿势一个形态。那么虚实呢是讲究的重心，两个腿之间重心，动作移动的之间的重心。这个腿是这个两个腿的虚实，怎么叫虚，怎么叫实？它叫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这太难体会了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脚哈，这就叫虚实。为什么呢？我这个脚是空。脚尖不是全脚掌着地，重心全部都在右腿。右腿可以来理解这叫虚实。但是呢，虚实当中它不是完全是虚的，它说虚我就是空的，没有劲儿，还不可以。它还有一定的劲儿，哎。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刘老师学什么叫立身中正，什么叫虚实结合。
今天我们先了解一下陈氏太极拳的第三个特点，立身中正，虚实分明。简单的讲，就是脚的虚实、手的虚实、脚与手和上体动作的姿势的要求。下面我们开始学习陈氏太极拳24式的第七到第九式。首先还是请大家看我做一下这三个动作。结形，开始学习第七式的第一个动作。一，右手向左，但是不要超过啊，一定就是向左就行了。二是左手向前画弧。三，左手落下，右手抬起来。四，左手变勾手，右手经右耳侧。好，从左向右画弧，做单云手，左手变勾手。好，我们再来一次，白鹤样式。好，右手一向前画弧，二左手向前画弧，三左手下，右手上，左手变勾手，右手经耳侧，由左向右做单云手。好的，上肢完了，我们现在说下肢动作啊。下肢动作就是也是一个上步，有一个上步啊。我们从高膝步过来，有一个斜擦步啊，有一个擦步，斜擦步出来就一个步行，就一个步行。好，我们一起做啊，来，白鹤亮翅。好，一、二、三。注意开步啊，脚后跟开出去45度啊。四，好，五，好的。我再说一下这个下肢动作的开步啊，开步的方向是45度。如果我们面向正前方的时候，开步一定是这个动作，一定是在45度的方向啊，请大家注意了啊。斜行完了以后，一定是45度开步，面向这个方向啊。我们把它完整做一遍，白鹤亮翅。一、二、三、四，勾手，五，好的。下面我们学第二个动作，陈氏太极拳的第八式，出收。我们从斜行开始，一下沉，两手相合，二收脚收手，手，三从胸前转腰推出，把脚收起来，出收，啊，脚放在前方啊，脚点地。好，再来一次，一沉，两手相合，注意合的时候哈，两肘微微向里合啊，不要做成这样啊，也不要做成夹啊，一定要注意这样啊，合，二收，转腰，三推出去。好，下面我们学习一下第九式前趟傲步。好，我们也是先做上手动作啊。好，一，两手下捋，二画弧，后手就是右手上翻啊，画完弧以后一个旋臂上来，三两手相合啊，两手相合。好，我们把脚，把下肢动作合起来啊，把脚和腿的动作做起来啊，啊，来预备，好，一两手下捋，好，二啊上步，上步，两手相合，好，两手相合，左脚脚尖外摆，合手崴崴脚，好的，重心前移，重心是在前腿，移过来，好，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啊，好，预备，一下捋，二上步，三合手摆脚，重心偏移，好，两手打开，把脚上上来，对，好，一，左手向下，右手向上，一个提，二，右手变拳，转身一个，按拳震脚，做接眼手红拳啊，做眼手红拳，好，再来一次，好，从合手开始，好，一，两手打开，我们不管下肢动作啊，就上肢动作，好，二，左手向下按，右手向上捧，三，变拳，右手变拳，好，转身震脚，好，右手下，好的，我们把脚和腿啊，下肢动作再说一下啊，合手这个方向啊，看好了啊，好，好，一收脚，二开步，45度开步啊，大家要记住了，好，两手打开，好，重心移到左腿，把右腿提起来，转身震脚，右手变拳啊，右手变拳，好，最后一遍，再来一次，好，来一遍，好，一收脚，二开，三，两手打开马步，转身震脚，好的，我们把它完整的连起来看一下，从出收开始，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的，我们把今天学的第七到第九式，我们完整连起来做一遍。白鹤亮翅，好，开始，斜行，出收，前趟后步，转身正脚，下面我们把上节课的学习内容和这节课的学习内容做一个复习。好，我们从上节课的蓝扎衣开始接。好，六风四臂，三边，白鹤亮翅，斜行，搂膝，好的，再来一次，从起势，起势，金刚倒坠，蓝扎衣，六风四臂，三边，
白鹤亮翅。我感觉您教的动作当中增加了很多大开大合的部分，好像前两堂课您教完了时候是这个面不改色气不喘，但是这堂课我看已经稍微有点热了，是吧？是的，因为这个动作越学越多，肯定是这样的。嗯，这堂课我觉得相对于前两堂课来讲更难一些，是吧？对，因为这节课主要说的一个是身体，还有一个说的是虚实。那身形我们在练习当中一定要讲究这个上体的姿势，不能向前向后向左向外，它始终保持都是脊背和颈部和尾闾串通，后背整个都是要垂直自然放松，要求一身中正。那么虚实呢，我们的动作表现都是在每一个式子它都有一个虚实，它用力和就是重心的用力是不一样的。我比如说你做一个白鹤亮翅，大家看，如果我的虚实不分明，我是这样，这是实的，肯定不行，一定会有一个虚的，虚的呢你又不能完全这种虚，虚的这个角度不是绝对的实，也不能绝对的虚，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啊。我发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些精髓，比如说中医啊，比如说这个书法呀，再比如说咱们太极拳啊，都讲究这个虚与实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啊，那除了这个虚实，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这节课的第三个要点，主要说的就是虚实和这个立身中正。那么大家要是能把这个给理解透了和掌握了，对我们练好太极拳会是有很大的帮助。一个是形，一个是神，这两个都要兼备，只有这样才能练好太极拳。实在健康，吃出营养，吃出健康。早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让我们更加拥有精力充沛的一天呢？刚刚运动完啊，有的朋友说运动的时候应该补充一些蛋白，但说到这个蛋白，我们有一个疑问呢，现在我们这个现代人啊，营养都不缺，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蛋白呢？蒋老师，这个我们要做一些分析啊，就是说你究竟一天到底吃了多少蛋白？标准的计算方式基本上是你的体重按公斤计算，公斤啊，每天是1.1克蛋白质。比如说我45公斤的体重，那就是乘1.1，将近50克，50克，对，这那就一个鸡蛋。不，啊，那个鸡蛋里头含有大量的水，哦，还有其他的脂类和。其他的糖类物质，我们吃的五谷杂粮里头也含有蛋白，蔬菜里还会含有蛋白，我们还有豆制品也都含有蛋白，它是综合性计算。但是我们可以一个粗略的评估，就是说蛋白在我们体内呢，会使我们的这个毛发长得更光亮，皮肤更有弹性，精力更充沛，我们免疫力更高。如果你在这些方面呢有问题，比如说头发有点枯黄，皮肤呢皱褶没有光彩啊，你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经常疲倦，你就有可能是蛋白质不足。这个时候来讲，你可以尝试增加蛋白质比较多的食物的补充，所以我们的早餐绝对不能缺少蛋白质啊！现在呢，郭老师要给我们来一道蛋白质含量极高的早餐了。今天准备的是菜豆花，有这个是嫩豆腐，青菜，胡萝卜，这个是葱花，然后煮好的咸黄豆，还有一些这个是。雪里红，小咸菜，有点油，苏打油，好的，这个操作非常简单，放这个嫩豆腐，压碎，来我来压，好了，然后这个青菜，切一点这个胡萝卜丝。
对，胡萝卜其实对眼睛啊，这个保护的作用特别好。这个配料都准备齐了。好的。然后开锅，烧，放一点点油，沙拉油。嗯，因为我们的早餐还是以清淡为主，所以呢，油脂一定要少而又少。把这个葱花给它爆香。嗯。然后放水。嗯。把这个豆花倒进去，搅拌一下。对，这个胡萝卜先给它放进去，青菜一定要到最后。然后放一点盐，来点盐。这个是什么呢？是淀粉。哦，再加一些淀粉。好，你搅一下。嗯，你搅着，一边搅拌一边加入水淀粉。对，然后这是煮好的黄豆。嗯，马上要出锅的时间，放入青菜。青菜，菜豆花，这一道菜豆花呢已经让我们的早餐相当的丰富了。我想朋友们可能在家花个十分钟就可以做出一道丰富健康的早餐。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一日无肉可以，但是不能一日无豆，所以豆制品一定会成为我们早餐桌上一道非常营养丰富的菜品。怎么样，赶快试一试吧，健身动起来，带给您运动和健康。